你如常把 Lucky 寄放到狗狗之家，而同一天狗狗之家里面就是有一个吉娃娃被咬死了，而这个残暴的凶手，裁判官，由于案件临时有变，检方要求暂停审讯，重新修改通状，请你说话尊重一点。就算那个老头子没有人给他送终，也是你一手造成的，狐狸精。原创强档师出名门，每逢星期之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为你伸张正义播出。